明白吧，先。那伊妈昨天下午继续演旧书吧嘞，先。昨天讲先，格里面哩对，如果月切会真把钱，昨天送你嘛。木拉丹江路老桥街的台北庙路嘛，真把罗格里面哩对，如果月切会论，我要先变一个吧嘞，先。都嘛哩，台湾路庙，缅甸庙路庙，地拉看大英大庙呢，南安大殿庙哩，前面印尼族啊，你听家教。南安那个印尼木庙过来，丽莎来拿家教我。人家本身雷苗片破片个呀，把他马苏个也死个话嘞先。人家因为你听那个人报名个，格里面呢六个片单卖开话嘞先。再来比，人家打的面衣，这咱地推木表外的人个单表话嘞先。老头妈咪啊，朋友都在一谈那呢，云林的他是六木姑娘，少少也听到不帮个。人家打的都对，我听这咱推的那个片来开话嘞先。在南生外边，那高楼地砖塔的设计忙，可能也照顾比较大个吧嘞些。一个的盘，也别不会金巴个的，木拉丹江的人口等比较吧没些。唐古啊，三阿姑那边，啥等地方开到西梅木拉丹江的，一看个这半江撇开吧嘞些。木家的米个金巴个罗，沿江一也别不会到的，江南行雷三阿五啊配家个。叫嘛，阿土一路他到瑞面片，那讲到伊眼不阿面个，变来蛮亚细个话嘞先。再来比，老话讲个，楼下木不会金马钱的那个，等比阿话没先。新竹地大是，因为木季节因呢，比如呀，乌鸡汤那里，盐地大是，南岸大的米大肉面啊，红烧木生那呢不包个。竹东庙那边，南岸大的面对，你谈婚呢不得的，乌不的面个好标个话嘞先。他那木个。南安大的庙啊，乌布林的八大的庙古哪来这样？哪来个好表被你金皮匠表家给办的先？俺那姨妈的庙古继续在对，接受土外电视办的先。米巴比路庙啊，龙高僧的片，加马加那龙木家办的先。